都可以入内，一样。如果身上有红色炮灰，照样结束后，把它捡在自己口袋里，赶快传达下去。 可以在炮阵内，对。 快一点，现在就可以进去了。跟神明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。 把他带进去，快点，引导他进去。 在太子后面，站开一点，炮炸的时候记得踏脚，站开一点，后面都能站。 人家正后面不要站人就好了，旁边没关系，靠过来一点就好了。我们也可以进去啊，害怕。 赶快，不要站在神正后方就好了。 也可以，哦，太子，好了，要等，还是不用？来，三，好，点好。
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